那第一个的话呢，先把这个播放一下。那比如说我在文化大学有一个课程哦，就是用这 Google 服务来当成我上课的一个辅助。那我觉得说，教学部分哦，教学如果说没有辅助的话，那相对你的教学实际上会相形失色很多，尤其是你上课之余哦。你下了课之后呢，学生就没有办法再做一些复习，或者是说再继续预习啊。那当然呢，相对的就是等于你的教学啊，变得会比较没办法延续。比如说一个礼拜才一次上课，那中间这些时间，如果学生想要再看你的东西的话，就会有问题。那我的做法是这样，因为我习惯是上课一定会把我上课全程都录制下来。录制下来之后呢，我会再做一个剪，比如说可能会做一些后制，然后呢，最后就把它放在那个 YouTube 上面，啊 ，YouTube 上面，也就是说，我现在一边上课，其实上就一边在录影了，一边上课一边录影。那也就是说呢，学生，当然有些东西上课就可以吸收，可是有些东西上课不可能马上吸收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尤其像我之前教的课程，像类似像 Java。或者像是 ASP.NET 这种程式语言的课程，那学生不可能一下子马上吸收。我常常讲说，程式设计如果听一次就懂的话，那是天才。也就是说，在座哈很少有天才的，也就是完全都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听不懂。那听不懂的情况底下呢，他上这一门课，说真的，对他来讲负担会很大，而且挫折感会很大。那怎么样帮助学生学会那一门课哈？是老师的责任，所以呢，我会想说，那我不如这样，我就把我上课全程都录制下来，然后放在网络上面。那另外有一个想法是说，我也在做实验，什么样的实验呢？第一个，资讯怎么样跟教学融合在一起，就资讯融入教学这个部分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说，你这样像我这样的做法哦，我会在实验说，本来教室里面的学生哈，也许就是这么一些人，30个来一个左右哈。那如果说你把你的上课内容放在网络上面，你的学生哈，一下子呢就不只是在教室里面这些人，也就是说你的学生呢，可能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有 YouTube 的地方，都可以上你的课。啊，这是一个观点。另外就是说，第二个就是说，他不一定是要在那个时间才能上你的课，也就是说，可能他。因为现在宅男宅女特别多哈，然后半夜睡不着觉，夜猫子特别多，然后可能在晚上才有时间学习的话，那他一上 YouTube 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上课的内容，那让他学习的效果反而更好，说不定来上课还学得不了那么多哦。所以说呢，透过这些服务哈，就可以达到我原来的想法。那当然不只是 YouTube 而已。YouTube 只是其中一个啊，其他在 Google 里面呢能够做到的啊，比如说像我的流程，第一个就是说哈，我会用那个上课录制的方式录下来，录制下来之后呢哈，当然我会去思考，因为在 YouTube 里面呢也要写一些东西啊，一些内容，那我在上课我就会，并且把我上课的那个流程啊，比如说我上了10段影片，我会把那个10段影片的。这个标题哦，先定下来，好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说，我上这个课程里面的内容，我也要去思考说，我大概上哪些？当然，这个对我自己有个好处，说我记录说我自己上课那一段时间我是到底上哪一些，进度到哪里，那可以跟下一次可以做一个衔接哈。那这部分的话呢，我会利用所谓部落格做发布，也就是说呢，假设有10段影片，那我要发布的话呢，我会把它po在我的部落格里面。那除了部落格里面之外，因为部落格是属于一个开放的空间，那当然开放空间呢，对于学生来说，有一些课程并不适合全部都公开的话，那我会选择利用下面有一个叫什么呢？下面有一个叫做论坛，网上论坛。这个网上论坛一般人用的比较少，那我用的其实已经算是蛮多的了，因为我只要有个课程，我就会建立一个所谓网上论坛。那这个网上论坛呢，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呢，你必须是我的学生才可以登录到那个论坛里面。那个论坛呢，里面我会把我上课的一些资料就放在那个论坛里面。
也就是说你要加入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，我确定说你是上这门课的你才可以加入，那其他人就不能加入、哦、这个是一个这个网上论坛的一个功能、哦、另外其他像我有一些资料呢，我会分享在哪里呢？分享在文件里面。那这个文件里面也是一个有点像网路硬碟的作用。那以往呢，我们知道说那个文件啊，早期是只支援像 Word 以及 PowerPoint 这样的档案格式，顶多是 PDF 档，而且呢，它的档案有限制。但是最近呢，完全开放，也就是说你档案不只是刚刚讲的一些档案，甚至是什么 IR 啦、ZIP 啦、哈 EXE 我没试过，不过可能不行。只要是档案传上去，它就可以放在那边。另外呢 ，Google 文件哦，它还提供一个所谓的资料夹分享，也就是你可以在 Google 文件里面新增很多很多的资料夹，你可以把资料夹分享出去。这个构想有点像是什么？网络上的方领，你可以把你的资料夹分享出去。像我分享档案给你们的时候就是这样子。可是问题呢，网络上的方领是内部的，它没有办法在网络上分享。可是 Google 文件可以，而且几乎没有档案大小的限制。那这个好处就是我可以利用它呢，分享很多教学上补充的资料，我就把它放那里。但是呢，你必须要是论坛里面的这个成员，你才有办法看得到哈。那其他还有像是 Google Mail、Gmail 当然是一个必备的哈。那其他像 Google 的这个 Blog 哈，另外我今天呢哈，看时间够不够，如果够的话呢，我顺便还会补充一个这个，我觉得这也可以玩一下哈。这边有一个叫 SketchUp， 好 SketchUp。这个软体呢，最近很火红哦，越来越火红，哦，越来越夯哦。那它的这个 SketchUp 啊，最新改版到8.8的版本哦 ，SketchUp 8。那这个版本呢，主要是要来做什么用呢？它可以很快速帮你做一个3D 的这个 model 哈，3D 的模型。比如说你今天要盖一个预售屋好了，像以前呢，为什么在卖房子之前要？这个盖预售屋主要就是要让人家先看到房子盖起来之后的样子嘛，不然我怎么知道说我买了这个房子之后以后出来像什么样子？可是问题呢，这个预售屋光盖的成本其实就非常的高，而且预售屋、哦、它有很多的限制，它还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表现出盖完之后要的样，而且没有办法去做那细部的调整。假设说有个客户他希望这个房子有颜色上的变更，或者是说尺寸上的变更，或者隔间上的变更的话，那很麻烦，你预售没办法做到。可是呢，用 SketchUp 非常的简单。